今天来抽个心灵虫卯兔。这只心灵虫比较偏向女团，基本可以说是女团的专属灵宠，所以我就抽个一只，开开图鉴就好。因为我基本2到3周就换一次队伍，所以这种偏向一个队伍的灵宠，我都是只抽来开图鉴的。毕竟灵科资源有限，不可能每只都拉满。灵宠券要留着抽那些万能的灵宠。终于出了，花了35抽，再来换个我目前正在练的灵宠碎片，放上灵宠福地，最后开个图鉴。